你会当讲每一处风台金水都一定会被报道的，就是林德禄。市县多数金伫市政总结顺的时，就指出，海滩风台除了河流小段以外，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市府无将干尾沟溪水线顶的无名桥配合拓宽工程到田径地发包。市府最近个局长彭少无回应，市府也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无名桥工程预计伫后个月月中会顺利发包。今年七月底的海滩风台，造成林德区真济所在拢泡伫水内面。当时市议员杜素燕曾经指出，江尾沟溪水线顶的无名桥无配合江尾沟溪拓宽整治工程发包，是淹水的关键因素。不过一直到即马，这条无名桥也是还未发包。杜素燕上午伫议会，就再一次质询水利局长彭少伯无名桥的工程发包进度。这条来，咱即马要讲这个无名桥，你有看到，这已经拢拆来到这个桥墩遮。但是咱的无名桥迟迟不能发包。彭少伯指出，经过重新设计以及使用300多万的紧急预备金，无名桥预计在后个月月中顺利发包。主要就是讲，因为水利署吼，伊这无名桥伊桥梁的补助都较因有一个计算的标准，所以吼八月准来，咱发包嘛发包袂出，所以我进吼搁计定设计，搁增加300多万哎。千几万进来发包，应该是后个月月中进前吼，阮着赶紧会当招人来发包，因为伊进前补助这個经费是无够的。除了关心治水工程，杜素燕也针对林德区胜利路、凯旋路、甲台北十六线两边斜斜道的道路破损情形，要求公务局赶紧改善，提供好民众安全的用路环境。记者邱玉文、庄世成、齐继辉采访报道。